大家好，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成就攻略，成员巨猿任务寻找失踪的矿工，83到84，生命之谷的居民，潜入长期使用，成员巨猿书籍收集，87到88，成员巨猿矿产制，舍我其谁。一期视频，我们来寻找矿中和收集成员巨猿里面长出的种子，接头种子之后续迷会用到。我们需要在队伍里面准备一个岩元素角色，一个雷元素角色加一个风元素角色。准备好之后，我们打开地图，我们来到巨猿主创区下方这个提币点，我们要去到这。到了提币点后，我们把视线转到东南方向，从这走过来，然后跳下去，拆翅膀，朝着有仙灵界的地方飞。我们爬上这个悬崖，爬上这个山体，上来之后就只有一条路，沿着路走进去就行。到这之后，把镜头转向我们的左手边，接着走进去。来到这之后，我们开一下元素视野，那有一这树叶，我们要去触碰它一下，触碰之后这里的元素方碑就会解锁。我们顺着这根树干爬上去，然后如果是手机玩家的话，可以按住瞄准，这样就不会掉下去了。我们来装备瞄准，然后触碰一下，下面的元素方碑就解锁了。我们跳下来，拿出我们的风系角色，把它激活一下，之后把镜头转到西北方向，我们去激活另一只方碑，来这拆一下元素视野，下一片树叶在这，来我们来触碰一下，好，这只方碑就解锁了。我们荒除雷系角色一顿激活一下，再看向我们的前方地地岩方碑，我们来开一下元素视野，它在这这片树叶，我们过来触碰一下，再回去激活我们的岩方碑，岩石的重量，地地宝箱就解锁了。我们打开宝箱，就能获得这个成就和一个张出的种子。之后我们打开地图，回到巨猿主矿区下方地的 TP 点。这次到了 TP 点之后，我们把视线转到西南方向，从这边借着矿轴走进去。然后串向我们的右手边，贴着力的山体急需朝前面走，来到这个悬崖，我们要去到下面的枯树枝这有仙灵台这一点吧，内有一个水晶矿，缺的小伙伴可以挖一下，在这个倒塌的树灯的背后，借由的洞口我们走进来，借由本笔记我们来阅读一下，之后经做一段对话会接到一个任务。我们从洞口后面走出来，来到这，这里采魔主，接这任务不知道为什么被我提前做掉了，去，来我们假装来这踩一下魔主，之后捡一刀。假装经过一段对话之后，我们打开地图，来到无名遗迹下方这个 TP 点，后期的营地。
到了这时候，我们跟随任务指引来找武警交任务。经过一段对话之后，就能获得戒指成就。好的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。Nice。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成员剧院几本书带夺我们的成就。首先，我们打开基础，来到琉璃峰右上角这个起皮点。到了起皮点以后，我们看向西南方向，然后朝前面走。我们不跳下去，走上这个木板路，然后上来，来到前面，这有一本书，我们调查一下。好，就是第一本，我们打开基础，这次要来到地下专区。我们来到剧院储宽区上方这个起皮点。到了起皮点后，我们不用动方向，朝前飞，然后抬翅膀，然后再向后唱，撞到北方向吧。镜头只有一盏灯，来这，这是我们的第二本书。之后我们再打台地图，这次我们要来到临时储宽区下面这个起皮点。到了起皮点以后，我们把镜头撞到东南方向，你这样跳下去，然后向下唱，我们要进入这个创作，之后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前面的岔路口我们走右手边，来到这儿，我们要先清一波拽，来清完拽之后，我们用流明石绽放一下，就能拿到这本书。我们阅读一下，就可以获得第一的成就。之后我们去收集愚人众的信件，我们打开地图，这次我们要回到刚才的那个 TP 点。到了 TP 点以后，再把镜头撞到东南方向，这次我们不跳下去，沿着这个悬崖走，我们走进这个门窗矿窗，就沿这条路走。到了这之后，贴着左手边的墙体，我们来到第几个木箱子前来调查一下。那好的，先捡一刀，我们来阅读一下。然后我们打开地图，这次我们要来到地下水泽这个 TP 点，左下角的 TP 点。到了 TP 点之后，我们把实线撞到西南方向，然后朝前面飞，我们要去到前面的这个遗迹里面，沿着这个洞口朝前面走。我们的下一本书在这里下面，不过我建议先上来吧，这个通筹拽行了。来，我们捡一刀。好，清完之后我们从这边跳下去，然后撞方向，再接着跳，这样的旁边过来。我们来阅读一下。好，阅读这本之后，我们再打下戒指。这次我们要来到崎岖石厅上方右上方这些起皮点。到了起皮点之后，我们不用动方向，径直朝前飞，我们要去到内子做主线任务打怪那个地方。有在钢宇前面那个可以采集亮装的地方，
前面这些洞吵着。我们走进来，他在你的右手边，我们过来这个地方，我们来阅读一下。好的，再剪一套，我们来阅读一下。我在这个地方获得了成就，是因为我还读了另外一本。我去带你们拿最后一本。我们来到银装侠盗上房地的 TP 点，医院中的这个笔记一共有四本，到了之后不用动方向，我们直接朝前走。它一共有四本，所以你要把它全读了。刚才我们读了三本，另外那一本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读到了。就一条路，我们径直朝这边走，下面有一个营地，就在前面，在营地旁边是我们的最后一本，我们来阅读一下。好，当阅读完成之后就能拿到这个成就。这期视频就到这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